Hello， 现场朋友大家好。好。对，我们现在先来把这个声音弄到最好，让大家听到好听的音乐。我们去年跟童文成一样也有在这里，所以今年非常荣幸，我们又再来这里。而且去年没有花，没有开这么漂亮，对不对？今年的花真的比去年漂亮100倍，真的。所以大家今天有来的朋友非常幸运，因为今天的童花都开的，大家如果有下去走的话，地上随便捡起来都可以拿来拍照哦。今年的童花季真的很幸运。哎，今年我跟陆婷呢，第一次在嘉义演出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也是第一次来嘉义。哦，所以你本身是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你是什么身份？什么身份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做 Mago 陆婷，然后我的身份，对，你是。我是唱歌歌手。你是创作歌手，你最近不是开了一个演唱会吗？对，在3月18号的时候刚开完。然后结果是不是卖了5分钟票就卖完了？没有，卖了很久。一个礼拜啦。嗯，至少是 sold out 这样。对对对对。那你都一唱了一连串很多的歌曲，它在网络上呢比较大家关注到很特别的一点是他跟他妈妈有合唱。啊，对。然后那个影片，大家如果对他有兴趣，可以搜寻一下陆婷与妈妈。陆婷与妈妈，你很喜欢我跟我妈合唱？我很喜欢，因为我觉得你妈很像黄小琥。哦，对，我也觉得。嗯。那我爸像费玉清吗？哎，不是，你爸像那个。那我说他唱歌啦。唱歌像费。对对，我不是说长相。然后像严金彪。等一下，他长什么样子？就是很魁梧啊。有吗？哦，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。哦。对。好。那我们呢？接下来呢，会带来一连串很多的歌曲。然后今天是童花季盛开的日子，那我们就唱一些跟花有关的。通常有花就很幸福嘛。嗯。所以第一首先来一些幸福的歌曲。幸福的歌曲，好的，没有问题。我为了来这边，因为我平常呢，其实我喜欢唱一些比较难过的歌曲。是。对，然后因为今天为了来这边，我知道会很漂亮，然后会有很有幸福感，所以我就选了一些。比较甜甜的歌曲，对，好，那我们就来唱一个大家应该比较耳熟能详的周杰伦的歌曲好谢谢，拜拜。OK， 好的，那我们带来第一首《稻香》。没有错，好，那我们就来喽。我们掌声鼓励，谢谢。我们的小外号跟陆婷老师来带来这首《稻香》。
时间了，你又在我的抱怨跌倒了，就不跟你去往前走，为什么你突然对我堕落？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，为什么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，我们是不是要知足珍惜一切，就算没有拥有。相很符合现在这边的情境。对，你刚刚有稍微到那上面去看吗？还没有，还没有。对，你刚刚表演完才去。对，待会你可以看一下那个，看下去下面一片都会是白的。哦。对，因为那个就是有很多童话已经打开了。打开了，嗯。哦，我好像第一次看。算是很。